上原先已经画上黄色网状线，也就是俗称的禁止临停线，但线条已经被黑色颜料覆盖过去，不少轿车在此停放。曾经还有不少游览车停在禁止临停线，但这里是南投县南岗工业区，许多大卡车、大货车都在这几条连外道路进出。因为我可以内说，就是希望我们那个货柜车在进出的时候，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转空间，所以我们有退缩的状况之下，因为那个路其实很小条啊。业者不堪其扰，大车出入不仅不安全，还相当不便，只好私自在道路上画出黄色网状线，以阻挡轿车再次停放。我们公司内部在那画设机车线，我们内部工厂里面的一些白线的时候，我们想说啊，顺道为了节省一些钱，我想说一次性就把它画了下去啊。好，那后来作业完之后，隔天就是有接收到人家投诉，那我们赶快就把它涂掉。这里属于经济部工业局南岗工业区服务中心管辖，如果有画设标线的需求，可以提出申请，但相关单位勘验后，最快在20天内就能设线。如果私自画线标记，会吃上罚单。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，如果需要画那个线，那些公司需要去向公家机构那些去申请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不能自己画。那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画，那我也来画我家门口就好。违则将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处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。业者涂销私设的黄色网状线后，接下来会走正确程序向相关单位提出申请，但为了出入方便，私自设线，最后换来千元罚单。三立新闻吴坤宇市议会张展智南投采访报道。